头摇摇尾摆咁样嘅，你就会有嗰种。有咩喇叭会令到人头摇又尾摆？就系呢款 Sony 新推出嘅防水防尘蓝牙喇叭 XB41。机身上面围住可以变色嘅 LED 灯，单元上面仲有闪灯，播歌嗰阵啊，仲会跟住节奏系咁闪 ，party 就啱晒啦。除此之外，喇叭亦都有重低音 extra bass 音效，亦都有音场更加阔嘅 live sound 模式。不过表面睇又唔算得太特别喎。咁表面上睇咧，一个好嘅小喇叭嚟噶，但实际上咧，佢原来都系个乐器嚟噶。呢个功能叫做 party booster， 只要拍打喇叭嘅五个表面，就会发出唔同嘅音效。不过记者音乐感就一般啦，都系有请 rapper Master Mike 去试玩一下。鼓嘅節奏你係即係最 basic 先講啦，嘣巴咁樣啦。咁你即係如果我擺喺桌面嘅時候咧，你係好唔就手嘅。OK， 嗱，你聽係好大聲啦。咁如果我揦起上手嘅時候咧，咁我真係手手揦住啦，我根本唔夠時間做到即係比較多變嘅 pattern 啊。咪嘣巴嘣嘣巴，即係最 basic 咯。即係我譬如我想做一啲首先，譬如我想係。即嗱，你見到好多聲甩咗，譬如我嘣巴嘣巴嘣，即呢啲已經係做唔到咯。咁同埋你最尷尬係你揦住嘅時候，你揞住呢啲位咧，你好似個喇叭聲係咪會遮到咧？因為其實呢個位係個喇叭發源聲噶嘛。咁所以整體嚟講，無論喺佢個 function 上面，我覺得有好大嘅改善空間啦。同埋實際上，我真係唔覺得有人會喺 party 揦住喇叭，仲要自己打個喇叭。Party booster 都係機密嘢嚟嘅啫。音質方面有啱唔啱要求啊？中频位你就会系，即系佢可能做多咗喺呢啲位咯。咁即系整体嚟讲，佢嘅中频系会比较突出啲。最后讲一讲，喇叭用上手机 app 转个闪灯颜色，兼且仲可以揈下部机睇咁发声添。唔知道可唔可以加翻少少分呢？日本大屋，澳洲笋盘，全球流行 Dream House 零距离。